什么人吼？啊，伫开学以前，伊就带伊即个美国人因家住，啊，住到开学，啊，甲你带倒转来安尼吼。啊，因为头一年住伫大学内底宿舍，啊，所以就无什么问题吼。啊，所以这是大概，但台湾去到即个美国吼，一寡迄个故事啦吼，真趣味的故事。啊，我去到美国了啊，吼，我是1962到美国，啊，1963啊，我就加入迄个台湾独立联盟吼。因为我出国以前就听讲，伫美国有一挂学生吼，伫创这个台独运动的安尼吼，啊，所以我去了后，真奇怪，就接到这个台湾青年的刊文吼，啊，佮渐渐去了解啊，这个。台湾的经营，台湾的历史吼，啊，伫美国学校内底，啊，我有参加迄个读册会，啊，有读这个啊一挂有关美国社会的册吼，比如讲美国这个《Poverty in America》吼，善价这个伫美国吼，啊，佮了解讲，这资本主义社会吼，有这个真有钱的人。就是真无钱的人吼，啊有一挂人甚至伊无中到当人食的吼，啊佫足济安尼吼，啊了解这经营，啊读一挂迄个逻辑科学有关的228诶这事件，啊佮对台湾吼、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认识啦吼，啊了后呢啊。我到伫卡内基读两年吼，啊，摕到即个都市设计的即个硕士，迄阵见到的吼，无啥物博士啦吼，除非你读都市计划吼，啊，若设计方面，干那硕士吼，所以硕士了，我到出去食头啊，我从 Pittsburgh 搬去 Maryland， 伫 Maryland 住了年外吼，啊，了到。啊，迁去纽约，啊，纽约吼，有一个这个国际真有名的一个建筑师吼，是马歇尔·布莱尔吼，伊是这个现代建筑的一个 pioneer 啦吼，一个先驱啦吼，啊，伫遐做，啊，迄当时这个贝聿铭个事务所嘛，伫阮附近尔吼，啊，伫遐确实我那学真济物件吼，学真济物件。啊，但是因为1970年吼、啊，甲我开始工作的时阵，一直拢差不多我咧上班的时阵吼，一寡时间拢用上班的时间咧做独立运动啦吼，联络代志有诶无诶吼。啊，所以伫1970年啊，我甲参与这个啊市长的代志，吼、啊，迄阵这个蒋经国大是行政院的副院长。哦，啊，蒋介石就是要栽培伊，啊，所以特别安排伊来美国，吼、哦，啊，来投一个金呢，吼、哦，啊，变做伊声望的提悬嘛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因为伊要来美国，啊，所以你当时的这个，我想世界各国的台湾留学生，吼、哦，拢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讲，啊，这个蒋介石，啊，是讲蒋经国，吼、哦。应该爱个慈善，吼、哦，大家拢有这个想法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实际上落去执行诶，啊，拄拄啊，迄当时拄拄啊，我吼，啊，迄当时当然是时空诶，即个背景吼，促成这个事件啦，吼、哦。因为1960年代，会使讲是这个啊，美国、澳洲这个学生运动。真澎湃发展的时代吼，即、哦这个自由的思想、民主的思想吼，啊，伫即学生运动拢表现出来，要求呢，大学的校园呢，啊，我爱有迄民主吼、哦，一寡即个应该爱做个决策，拢爱经过投票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因为即种种，互阮一个影响足大个吼、哦，啊，佮即个美国。啊，参加了伊越南战争，啊有一个反越战，吼、哦，啊，同时我嘛即个参与即个反越战的一挂活动，吼、哦，
啊，佮即个美国黑人的人权运动，伫差不多1965年的左右吼，无到1963，伊是 DC 吼，有一个极大规模的迄个集会，吼，啊，就是即个马丁路德金 Jr. 吼，伫 DC 发表一个真重要的、有历史性的即个演说吼，《I Have a Dream》吼。迄个就是伫伊西亚吼，啊，迄当时我有哪有参与啊呢？啊，所以伫1970年啊，我就撤回这个1979英国这个代志，因为我当时拄拄啊伫1970年成立这个世界吼、啊，全世界独立联盟，啊，我是这个啊联盟的秘书长。啊，所以秘书长下骹内底吼有一个部门吼，啊内底有买一挂迄个枪啦，对啦，有咧练枪啦、练枪支啊咧吼，啊我着叫伊遮物件摕来互我吼，啊伊即个负责的人姓陈哦，伊住伫路易斯安那吼，伫美国的南边，啊伊摕来到纽约互我。啊，我当然有个表示讲，这是要创啥哈？啊，了后呢，伫这个1970年的4月24日哈，这个叫英国伫迄个纽约个哈 Hotel Plaza， 伊也要做一个啊中道时食饭的一个演讲哈。啊，那时阵我就讲，这个真好的一个机会嘞哈。啊，联名当时也发动一挂示威游行。伫个福特普拉扎的头前吼，伫遐示威。啊，即、這个伊当时呢，因为伊是即个美国邀请来，啊，所以伊的安全人员真济吼，有即个联邦政府的安全人员，啊 ，New York State 的安全人员 ，New York City 的警察哦，哦，拢做到30-40个拢在保护伊的吼。啊，因为嘛，因为人济吼。所以咱才有机会啦吼，因为遐政治人员拢无上单位个咧吼，伊嘛毋知咱是政治人员，还是刺客啊，伊嘛拢毋知啊吼。啊，所以就是因为即个关系吼，吴文雄唱落去遮政治人员内底吼，啊，照英国入来到旅馆个时阵吼，开始慢慢行向即、這个啊Hotel Plaza大门吼，就旋转门吼，特别到个时阵。啊，吴文雄开枪啊咧！啊，因为伊开枪，要开枪一定爱手举起来吼。啊，伊隔壁警察目睭有影着，所以将伊个手吼向顶我间弄去吼。啊，所以拍住伊个枪吼，差将近头壳头20公分吼，所以拍无着。啊，但即门枪拍来呀，警察随个刺回头壳，所以伊无机会阁拍第二门枪。啊！我当时伫迄个门口吼，哦，枪声了吼，哗，就一片混乱就对啦。即政治人员有乌白装的，啊，即、這个啊，蒋经国家己炸个保镖嘛，毋知走倒来咧吼，讲要保蒋经国，其实也无看人啦。啊！了后我冲我去吼，啊，结果我叫警察的即个警棍吼，冒一个我目镜破去。啊、所以这个事件变成唯一老会都要跟我的啊，这个都没老会跟我老会啊，到那个就我们两个我两个人啊，就和警察抓去跟他扣啊，扣啊就是去到派出所，因为那一天都在落雨啊，所以都有穿雨衣啦、啊、去到派出所之后，因为我头壳继续在老会的啊，所以警察甲送去病院，啊，治几若针，治了5-6针吼。啊，伫病院的时阵我落地啊，摸摸摸，哇，都摸到一个枪支咧。我哇，这下歹，枪支都证据啊咧吼。啊，所以我就赶紧将这个枪支摕起来吼。啊，拄拄啊一个黑人诶，我送哦，塞一个啊，伫病院塞台车吼，迄、那个存单要洗吼。我赶紧把它弄回家。